辣，而家淋埋呢個白蘿粉落去。咁白蘿粉即係咩咧？好似日本嘅糯米粉咁啦。咁呢個撈勻咗之後咧，就落七十 cc 嘅水落去啦。嗱，好珍貴嘅一滴。如果太大滴咧，咁佢就會好誇張嘅顏色。粉紅粉紅吹箭的臉，我是一星的火飛上天。嗰個紅豆的內餡已經煮到差不多了，其實都煮了十五分鐘左右啦。放曬入嚟之後我哋幫佢敷個 mask 先，因為又想佢攤凍啦，但係又想佢保持個濕潤度喎，就放喺度先，就 OK 啦。放曬兩塊喺度先，之後再壓張廚房紙上去，咁樣可以等下晚飯先。放喺度咧，攤凍佢。有盡有，花開富貴，大吉大利，身